下来的这一段演出呢，哎，有没有看到现在的这个夜色渐渐的变暗了？而接下来这一段演出呢，非常适合这个时候哦来展现给大家，因为呢，即将邀请各位来欣赏的是我们 LED 的炫光舞。那么其实呢，他们会带来不同阶段的表演哦。那也希望大家看到精彩的地方，尽量给他们掌声哦，因为他们是用了科技结合了光舞，甚至把我们传统的扯铃通通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是非常不容易的演出。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 LED 炫光舞。
条看拢比人分的路，条条通路山脚，山脚毋是下庄，阿公住伫遐，啊，切味切味的店仔咧拢嘛随风在唱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唔知影伊遐会有啥物鬼，拢在替我耍，天高耍，这不是土鱼阿土甲电灯来的耍，古阿古后的厝遐，你会保护阿公阿妈，阿妈讲家己改编的歌，伊唱给我听，唱给我听，这条歌。即将为我们带来最后一个阶段的表演。其实我们刚刚所欣赏到的那个演出啊，是全台唯一的凤凰流星哦，所以呢，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，只有我们这个团队哦，才演可以把这个这样子呈现给大家。而接下来呢，他们要演出的这一个也是非常的棒哦，而且呢，我们在一开始看到了我们老师，这个我们陈琳老师，他本身呢是马来西亚人哦，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给他们多一些鼓励哦。那他们即将为我们带来最后一个阶段的表演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的掌声跟尖叫声在哪里？
掌声鼓励，精不精彩？太厉害了，感谢大家，也谢谢我们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段非常棒的演出，谢谢。